天王刘德华自去年五月喜得爱女后，可谓整天笑不拢嘴，工作上更是精力十足。在早前宣传《盲探》之时，烈日与郑秀文、杜琪峰提早庆祝即将于九月底到来的生日。近日，他更是与粉丝们一起提前庆生。聚会中，华仔邀请到李芷珊加插最佳男主角环节。从女儿出生之时就严加保密，以避免女儿过早曝光。去年歌迷会时所分享的一家三口的手牵手合照，是为数不多的女儿的影像。如此细心，怎可相信华仔早前扬言要做怪兽家长的言论？与李芷珊对话间，刘天王透露女儿更像妻子朱丽倩，她更自曝女儿两岁之时将首次正式与大家见面。此消息一出，令众多粉丝有了期盼。